嗨，比利。嗯哼。什么声音？嗨，潘妮。这个糖果包裹好大啊。哎呀。当心。糟糕，你好像被困住了。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呢？潘妮，你说的没错，超级卡车肯定有办法的。嗨，卡尔。工地出事了，你能帮帮忙吗？你要怎么把比利救出来呢？哇，超级卡车，你变成了一辆超级建筑工程卡车。超级卡车，希望这个方法能有用。比利，别担心，超级卡车来救你出来了。你说的没错，这堵墙挡住你了。这个点子好。你现在可以把比利救出来了。成功了，你得救了。哎呀，班尼，你的袋子都破了，你要怎么送包裹呢？超级卡车，你要帮潘妮送包裹呀，真是太好了。不过我觉得你的车斗好像放不下。比利，你也要一起帮忙吗？哇，谢谢潘妮，有你们这么好的朋友真是太幸运了。再次谢谢大家。朋友们，再见。嗨，安博，今天很忙吗？
需要帮助吗？需要帮助。公交车莉莉是在送药去学校的路上吗？不是吗？大家都找不到莉莉。莉莉神奇地消失了。安博，这可糟糕了，我们得找到莉莉，我们去找超级卡车帮忙吧。卡尔，莉莉神奇地消失了，我们想请你帮忙找找她。这次你要变成什么呢？要变成卡车侦探呀，真棒！超级卡车，太好了，你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出发去找莉莉了。我们走吧。安博，超级卡车来了，你能告诉他一些线索吗？是的，超级卡车，我们最后一次看到莉莉是在汽车城的加油站。嗨，加里，你看到莉莉了吗？对了，赫克托肯定知道，因为他在天上可以看到整个汽车城。嗨，赫克托，你看到莉莉了吗？超级卡车，现在怎么样了？你已经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莉莉了吗？莉莉是在汤姆的车库里吗？超级卡车，快看，是莉莉，你找到她了。这个应该能把莉莉叫醒。嗨，莉莉，大家都找不到你，你怎么睡在汤姆的车库里了？你喝了一跨脱的油，然后睡着了，你可吓死我们了。多亏有超级卡车，我们才知道你没事。超级卡车，谢谢。莉莉，别忘了你的东西。大家再见，我们下次见。
现在是汽车城的晚上，大家都睡着了。哇哦，差一点，皮克尔！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你想去看看吗？小心点。是拆卸起重机戴恩，看起来他正在破坏汽车城。你觉得他在梦游？你说的对，他还戴着睡帽。也许你可以叫醒他。大点声，皮克尔。哦天哪，要再大得多的声音才可以叫醒他。你是对的，这里需要超级卡车。卡尔，看窗外。皮克尔需要超级卡车的帮忙。戴恩在梦游中砸坏了汽车城，但他的喇叭声音不够叫醒他。变身时间到了，你需要一辆车，有很响亮的声音。警笛卡车，太棒了！声音会很大，戴恩不可能还睡着。他在那里，超级卡车。不可思议，他还在睡觉。开大音量，超级卡车。大点，再大点。你成功了，超级卡车，他醒了。你一直在梦游，戴恩，并且用你的粉碎球砸坏了东西。哦天哪，看起来超级卡车的警笛把邻居们也叫醒了。戴恩很抱歉，朋友们，他说会马上清理垃圾。太好了，迪克尔，我确定戴恩会很开心有人帮忙。很棒的主意，超级卡车要用它的神奇收音机播放一些音乐，这样你们在清理的时候会很开心。嗨，玛丽，玛丽，
听得见吗？你现在听得到我说话了吗？哦，你最好小心一点，别吵醒小杰瑞和小丽丽了，他们应该在睡午觉呢。嗯？糟糕，马特的警笛把宝贝们吵醒了。哎呀，玛丽，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让宝贝们重新入睡呢？我觉得我们应该向超级卡车求救，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办法。卡尔，卡尔，真是的，看来在这个时间点，汽车城里的每个人都在睡午觉。玛丽想请你帮帮小杰瑞和小丽丽，他们在睡午觉的时候被吵醒了，现在睡不着了，你能帮帮忙吗？卡尔，多谢了。卡尔，你要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哄两个宝贝入睡呢？卡尔，音乐声难道不会让宝贝们更难入睡吗？超级卡车，我猜你肯定是又想到一些妙招了。超级卡车，你变成了一台音乐播放机，真厉害！好了，超级卡车，别跳了，我们该去帮忙了。玛丽，别担心，超级卡车想出方法来帮助你了。我们现在去哄宝贝们睡觉吧。超级卡车，不行，重金属音乐会让宝贝们更加睡不着的，赶快换一个按钮试试。糟糕，超级卡车，我可不觉得宝贝们听着流行音乐能睡着，不如试试看最后那个按钮吧。超级卡车，你成功了，宝贝们听着摇篮曲睡着了，你做得真棒。嘘，玛丽，你这样会把他们吵醒的。超级卡车，你做得很棒。你，超级卡车，超级卡车好像和宝贝们一起睡着了。超级卡车，好好睡个午觉吧，你是该休息一下了。再见，做个好梦。哇哦，快看，汽车城里的交通，一定是道路施工把大家都拦住了。嘿，那是出租车杰瑞米和他的儿子，看起来他们急着要去哪里。幸好杰瑞米对汽车城很熟，也许他可以找到一条路绕过道路施工，或许也不行。
你们今天不太走运是吗？嗯，你们到底要去哪里？要去参加一个校园旅行。也许超级卡车可以帮你们越过汽车城里的道路施工。太好了，你在这里，卡尔。汽车城到处在施工，但是杰瑞米宝贝要赶去学校，他快要错过校园旅行了。你认为超级卡车能帮忙吗？也许你可以用大脚卡车越过那些道路施工。弹簧卡车，很棒的选择，卡尔。哇，那些悬浮的弹簧好大啊。还有一个潜望镜，这样你就可以看到前方有什么了。那一定是用来携带乘客的。好酷的变身。看他跑起来的样子。他们在那里，超级卡车。这将是一次超级跳跃。上车，伙计们，超级卡车来救你们了。你不和儿子一起去吗，杰瑞米？不用担心，你们会没事的。需要跳一大步才可以，不过没有什么是超级卡车搞不定的。看起来杰瑞米很享受这段旅程。时间刚刚好，干得好，超级卡车。校园旅行愉快，非常感谢超级卡车。如果不是你，杰瑞米的儿子就错过他的校园旅行了。祝你们有美好的一天，下次见。早上好，克里斯托夫。克里斯托夫，嘿，克里斯托夫，醒醒！你一定是昨晚没睡好。我们去搅拌一些混凝土吧。
你不是又睡着了吧？醒醒，你把混凝土撒得到处都是。哦不，我希望另一辆车不会朝这边来。快减速，苏西。哦不，苏西，你被卡住了吗？是吗？很难闻吗？你认为我们应该呼叫超级卡车？好主意。嘿，卡尔。苏西卡在混凝土里了，他需要帮助。你能快来吗？太棒了，我们走。直升机卡车，不好吗？大侠卡车，准备好了吗，超级卡车？太棒了，跟我们走吧。嘿，伙计们，超级卡车来了。让我们把你弄出来吧，苏西。你们需要护目镜吗，超级卡车？向后退，克里斯托夫。嘿，怎么了？还是很脏是吗？超级卡车，你可以帮帮苏西吗？做得好，超级卡车，下次见。克里斯托夫，你应该回家小睡一会儿。回头见，伙计们。
嗨 Susie， 你挑选的那些花可真美啊，看马特在那儿，他在钓鱼。嘿马特，小心 Susie， 你太靠边了。哦不，这太糟糕了， Susie 掉进河里了。马特， Susie 掉进河里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好主意马特，呼叫超级卡车，他会知道该怎么办。Susie 需要你的帮助，超级卡车，它掉进河里了。你会变成什么车，卡尔？我真不敢相信，你居然变成了一辆那么酷的潜艇。快去河边，不 Susie， 看看水面上是超级卡车。超级卡车正在把河里的沙子推开来，松开你的轮胎 Susie， 它还在清除所有的杂草。他做到了，抓住这条绳子 Susie， 好极了，超级卡车拯救了这一天，还有 Susie。这些是你的花 Susie，我想我们得到的教训是，我们在水边时必须非常小心。谢谢超级卡车，下次见。